民众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党选提名日，落在8号、15号投票。全国主席拿督刘华才今天表明，将寻求蝉联主席一职。刘华才今早为民政党森州第48届妇女组及青年团第36届代表大会主持开幕仪式后，告诉媒体这项消息。民政党森州8个区会也一致表态，会全力支持刘华才连任党全国主席。刘华才表示，虽然党选很有可能跟6州选举撞期，导影响了州选的筹备工作，但是由于受到章程限制和社团注册局不批准延期，党选只好如期举办。但他强调，州选无论如何都比党选重要，民政党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迎战州选举。